早安，各位先生小姐，欢迎搭乘最正点航空。Excuse me, how can I go to this place?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チンチン。อันนี้เท่าไหร่หรอครับ Ich liebe dich. Willst du mich heiraten? 飞越三万英尺的天际，跨越国界与文化的冒险，让我们现在就乘着最正点航空，一起绕着地球遇见你。来到 Pop 最正点特别企划，绕着地球遇见你，我是主持人林淑伟。世界何其大，太多新奇有趣的国度等着我们去探索。今天要带大家去哪里呢？要绕着地球来到东南亚的菲律宾。菲律宾群岛呢，东濒临太平洋，西临南海，北接巴士海峡，南接的就是汶莱，是由7000多个岛屿所组成的。那其中有大概800多个岛屿是有人居住的，主要分为吕宋、卫师爷以及明达纳尔三大群岛。那土地面积大概是台湾的8.3倍之大。菲律宾各岛很多的丘陵，只有吕宋岛中部有比较大的平原。全国有200多座的火山，其中活 火山就有21座。他们的人口有1亿1000多万人，是东南亚第二个人口破亿的国家。那人种的组成主要是以马来西亚人为主，再加上以移民入境的华人、西班牙人、美国人跟印度人构成今天菲律宾多种族的社会。宗教受到西班牙殖民的影响呢，信奉天主教的人口大约占了80%左右。菲律宾也是世界最大的劳务输出国之一。菲律宾的外语能力有目共睹，这跟19世纪末美国打败西班牙成为第二个殖民者带来使用美语的环境有关。另外，菲律宾的国内治安一直为人所诟病，但是一旦有重要的拳击比赛，特别像是有亚洲区级剑之称的曼尼帕奎奥的比赛，犯罪率就会大大的下降。足以看出菲律宾人非常爱看拳击，拳击还可以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犯罪率哦。另外，关于菲律宾你所不知道的事情有哪一些呢？菲律宾人唱国歌不够热情，可能要面临坐牢的危险哦。在菲律宾，如果唱国歌跑调而且不够热情的话，将会面临2年以下的监禁，还有高达$2000的罚款。菲律宾马尼拉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首都城市。另外呢，还要告诉你，在菲律宾也有非常独特的一种交通工具。如果去马尼拉，你会发现有一种车子叫做吉普尼，它是二战之后留在这里的美国陆军吉普车，现在变成了观光车。菲律宾是世界上极少数国家哦，国旗根据战争而发生变化的国家。一般来讲，国旗上面是蓝色，下面是红色。而如果发生战争之后呢，两个颜色就会对调。另外，菲律宾出国工作人数占了全国总人口的11%，也就是说，大约有超过1100万人是在国外工作的。此外，菲律宾也是世界上除了梵蒂冈之外呢，仅有的将离婚视为非法的国家。在菲律宾结婚的夫妻是不可以随便离婚的哦。今天节目就邀请到跨越国界来到台湾的菲律宾媳妇儿，一起来聊聊台菲婚姻的酸甜苦辣。大家好，我是在台湾的 Leo。Hi everyone, I'm Jen from the Philippines. Magandang araw po sa inyong lahat. 我们在距离1670公里之间遇见你。欢迎来到 Pop 最正点特别企划，绕着地球遇见你。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我们这一集的主角，是飞台之音的创办人，也是在台湾住了非常久的新住民哦，黄琦妮 Jane 在我们的现场。Jane 早安。早安 ，Magandang umaga。还有 Jane 的老公 Leo 哦。那 Jane 呢，可不可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家乡？你的家乡在菲律宾的哪里？我是在Cebu苏雾，然后苏雾是在中间，因为菲律宾有三个大地区，就是有 Luzon、Visayas and Mindanao， 所以我们是在 Visayas 在中间。那Cebu呢就很像台湾，就一个岛，
然后呢 你就是有山啊有海啊，然后你想有一个 city 的生活也有，所以其实台湾人去宿务的话会很喜欢的，嗯 yeah, 一定会很熟悉的。宿务也是台湾很多朋友会去菲律宾跳岛玩的其中的一个岛，是真的。现在有好几个岛都是、旅游业的主推啊，大家对菲律宾可能不那么陌生啊。那像琪妮跟你的先生 Leo 两个怎么认识，怎么开始交往的？如果我要讲我们的交往的故事，真的会应该是不够时间，因为真的是 very complicated. But 第一个就是上帝预备的、嗯、是真的，然后应该简单说是朋友介绍，然后我们真的是年轻人谈恋爱的故事、嗯、这样子自由恋爱的故事。 yes, 你们相遇的地方是在哪一个城市？不好说，可是我们的最大最大的 relationship 的过程就是在online 网路、哦、因为我们是long distance relationship 的。有蛮长的远距交往的过程吗？没有，两年多就决定要结婚这样子了、哦 yeah, 但是你那个时候对台湾的认识是什么？很好啊，因为其实在菲律宾会听到台湾是一个很好的国家，因为有一些机会给我们菲律宾朋友们嘛、嗯、也有一些认识的人又来过台湾，所以他们觉得台湾是一个很好的国家、yeah、那两个人交往之后你就想说要来台湾定居了吗？没有因为我是老师、yeah、所以其实我的计划很喜欢去很多国家，然后认识不一样的文化。当时结了婚之后就想说就定居在台湾了？没有，是其实帮助我来这边就是我的妈妈。嗯，应该我这么说呢，那时候我们结婚后我有计划要去别的国家，然后呢我有找到一个好工作、嗯、我最喜欢的工作在菲律宾，所以我觉得啊，来这边要工作一下，继续做我喜欢的工作。可是我的妈妈说你不能再留在这里了呀，你还是要去那边，因为你已经结婚了、嗯、这样子。然后我来这边的时候其实是我的 major 影响到的，我是 social science major，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在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文化，我觉得对你来说一定是很大的压力、嗯、你应该就是很需要找到一个朋友一个家人，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决定要做一个、嗯、网络的一个 network、嗯、大家都可以分享，就是用一个网络的平台台菲之音的一个资讯平台，让更多来到台湾的新住民朋友们有一个疏解的管道了。那像你跟先生的交往啊，然后到结婚，现在结婚几年了？ Oh my god， 17年了。17年应该有很多故事可以分享哦。那跟先生因为是不同的国家嘛、yeah. 然后有不同的文化冲击，你觉得最大的不同的文化冲击是什么？其实很难回答，因为这个是我的 message 给我们的女人们呢、啊，因为其实像我的个人从以前小时候到我的 high school 的时候我没有急的交往、嗯、虽然有一些男生会喜欢你嘛，然后也会表达，可是我自己个人真的没有急的要一定要跟有男朋友，所以这个是我应该要 message 给我们的女人朋友们，就是你们不要急的找到对方，你会找到对方如果你真的认真的祷告，因为我真的很尊重我的信仰，我是基督教，如果没有这样的话我觉得应该我会找到不是雷友那样子。嗯嗯，所以最重要第一个就是你个人的想法，你要怎么样的男人要背着你、嗯、那你的条件是什么？我的 checklist 第一个就是一定是跟我一样基督教的，第二个就是很尊重家人，然后第三个一定会比我高的然后一定牙齿白，牙齿干净，
因为我的想法还有那个 nail 哦，指甲啊，指甲一定是干净的，因为我小时候的就是这样挑战。因为我觉得你如果牙齿跟指甲没有做得好，那你自己也没有办法干净的。嗯，因为我的爸爸很尊重干净，嗯，所以那个是我的另外的挑战。然后当然一定有大学，这样大学毕业、你要一定的学历。yeah, 学历很重要，你对自己的外表整洁要非常的看顾。yeah. 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菲律宾的新住民哦，黄琦妮 Jen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他们的跨国婚姻，马上回来。飞越三万英尺的天际，跨越国界与文化的冒险，让我们现在就乘着最正点航空，一起绕着地球遇见你。欢迎来到 Pop 最正点特别企划绕着地球遇见你，我是主持人林淑伟。今天在现场邀请到的是菲律宾的新住民黄琦妮 Jen， 她也是台菲之音、这个网络平台的创办人，他帮助很多在台湾的这些新住民姐妹们、帮助他们可以有一个身心疗愈学习，然后让这个台湾跟菲律宾更加友好的一个交流平台。刚刚也请教了 Jen、他的恋爱跟 Leo 的交往、还有他的这个择偶条件、刚其实 Jen 讲了蛮多的、讲了蛮多的。那你在结婚的时候是几岁啊？25岁，是菲律宾适婚年龄吗？对啊，那时候我的年代，其实25岁已经算很好的年代可以结婚了。哦，那你当时对于这个结了婚之后，未来的这个婚姻生活，你有期待还是有一些落差吗？那时候决定结婚，其实我没有想的那么多，很奇妙，就是像我个人啊、那时候有决定要结婚，就说好，那就结婚这样子。应该因为我们在菲律宾的背景啊，我们从小就知道了，我们以后要结婚，应该是这样的叫法。以前，我们的年代，因为我是1982。现在42岁，yeah,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们的教育都会跟、女生的说，你们以后要当一个好妈妈、yeah, 你们要学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家人。所以其实25岁我自己计划的，我自己想我可能25岁要结婚的。所以也是如期像你以前所想的在25岁结婚。 yes. 菲律宾的法律其实蛮严格规定菲律宾人不能随便分开的，不能随便离婚的啊。对，是真的，这个是世界仅少有的国家还有这样的法律。到现在因为我们的国家是、majority 大部分是天主教，嗯，然后如果是天主教真的是很尊重家庭。不过目前呢他们都在讲能不能离婚呢，现在还在讨论这个话题了。 yeah, yes. 那也就是说菲律宾人都知道说要进入婚姻就是一个很审慎的一个决定。对，因为结了婚之后就不能随便离婚了。是，所以你像我说的，你要选人的时候，你不是因为你的感觉你喜欢他就是了。因为我们女人凭我们感觉的话，我们真的会很容易选不对的人。要理性的有一个 checklist， yeah, yeah, 一定有 checklist。所以 Jen 你当时有提出至少20个条件就对了。yeah. OK， 那你们从恋爱开始哦，这中间你们也是有一段时间是远距恋爱嘛。yeah, 那你们怎么样去维持彼此的关系？哇，我真的很喜欢这个题目、我很喜欢你问我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现在我的、年轻人太 convenient 了，太方便了，一样你什么时候一秒就可以联络到人，你什么时候都可以打电话人，你什么时候都可以跟见对方。所以我那时候的年代，那时候虽然还没有那么久，2006嘛，这样2005，其实那时候 chat 的这个软体还有 social media 还没有那么大，所以
其实你没有时间一直要看你的 Facebook， 你没有时间一直用 Line、而且呢我们都很忙、大家忙他的生活，我也忙我的生活，所以我们就是相信对方。我相信你在做好自己，我也在这里相信我自己也不会做什么任何事情。而且我那时候是在教英文，我的学生都是韩国人，也有一些日本人还有越南人，可是我们最大最大的客人就是韩国人。所以其实那时候我们有三个学校，所以我是、一个学校的、校长，所以其实我自己都真的是在忙。那我们就要决定什么时候要打电话啊，那就是这样接电话，就是这样。所以我很感谢，因为那时候真的没有这个 social media 的部分。所以我希望这个也是一个 message 就给我们的年轻人呢、一样不要再靠着 social media， 你要知道大家都爱我。因为真正的爱你其实不需要一直要打打电话，一直要打留言给你。还是要有相信，然后有自己的空间，是你们两个在一起长大。这样就是说随着、社群媒体的发达，现在男女生交往的形式都不太一样了，甚至交往是在网络上，然后分手也是在社群媒体上面。就不用当面分手了，就直接分手之后封锁你，关系就没了。这个就是在我们那个时候是比较难以想象的啦。我觉得关系都是要经营，它还是要有很真诚的互动啊。对，那你来台湾定居之后，你们的婚礼是在菲律宾举办还是在台湾举办？我们都有，有在菲律宾然后也在台湾。那他求婚是当面求婚还是怎么样的求婚法？打电话讲电话。因为其实为什么呢？因为我那时候有一个很大的 job offer、我的韩国的老板朋友他要我去韩国要教英文。然后因为我的 email 是公开，其实因为那时候菲律宾的 internet 没有那么强，所以都是我先生 Leo 帮我看一下我的 email， 然后他自己都看到啊，你要去韩国这样教英文，然后他自己说如果你要去韩国教英文呢、为什么你不要来台湾教英文呢？你一定可以的，而且你可以帮助一些很多台湾朋友们认识菲律宾英文老师。就是因为这样很顺，他说那我们结婚吧，就这样然后我就说OK， 就这样。台湾的婚礼跟菲律宾的婚礼有什么不一样？第一个不一样是在菲律宾你的家人，比如说男生的家人一定要去女生的家人，大家一起就是全家一起去 女方的家，去那边跟他好好说我可以跟你结婚吗、我可以跟你的女要去提亲、台湾叫做提亲、就是男方到女方家提亲，提出结婚的邀请。然后如果要结婚的时候呢，一定是在女生的地区或者女生的地方，在那边办婚礼。因为我们是天主教，大部分是天主教，所以呢在女生的、教会要在那边结婚。那如果你们两个可以一起说那我们喜欢这个教堂的话，那个要付钱，因为你过了好几个教堂嘛、所以你要付钱那个教堂就是有这样。为什么？因为我有问过，所以我知道会付钱、比如说我是在西部嘛，然后我们要在中部结婚，那个要付。这样。可是你还是要在女方的在那里要结婚，在女方所属的教会结婚啊。所以是一个蛮以女方为尊重的国家。也算是对女生蛮尊重，女权比较高涨的地方吗？可以这样说。可是那个不代表我们没有尊重男生啊、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我们被西班牙抓住了300多年，然后因为我们有一个印象就是 Maria Clara， Maria Clara 的这个女人呢，她是代表一个大家的菲律宾的梦想的一个女人，有美然后很有 elegant 的这个优雅然后很
不是那种嘻嘻哈哈的女人，哦，那种，然后很会顾家，很端庄，很顾家，yes， 那种、嗯 yeah. 这是你们觉得一个好女生的形象。 Yes yes， 我的年代了，因为现在一直在变化，嗯，其实现在也开始公开了，嗯嗯嗯，可是 让我选的话，我还是希望能够现在的女人们还是要教好以前的想法，嗯，比较保守，这样是很重要。嗯，那像你们在这个结婚之后啦，哈，就是婚前婚后，你觉得最大不一样是什么？最大的不一样，应该第一个不一样就是我住在不一样的家了，嗯，不一样的国家，然后文化的部分，应该我可以说别的夫妻有这样的状况，因为他们都分享给我，可是像我跟我先生，我跟 Leo， 其实我们两个都有好好的合作，这个也是我可以分享给女人们，不是只有菲律宾，还有台湾朋友们，你们结婚事前呢，你们要讲好你们要什么，嗯，比如说啊，如果我们两个结婚，我要我们自己煮，第二个我说我的钱是我们的钱，你的钱也是我的钱。哦，有先讲好，呀，yeah ，有先讲好，所以你的钱是你自己的钱，他的我们的钱啊，我们的钱，你的钱是共同的钱，他的钱就是你的钱， yeah， yeah。 所以他只有剩下一点共同的钱，剩下的钱就是在这边，他都没有钱，他出去真的都没有钱，等于是你们家的财务总管就是你了，我管啊，没有问题，他都会给我，嗯，呀，yeah ，真的。那像自己住这个问题，我看到很多资料说，菲律宾人结了婚之后就不会跟父母住了， yes， 所以其实这样子哦，我会有一点点心里很难过，因为大家会说哇 ，Jen very lucky， 你都不要跟谁住，你都自己住。我不希望能够我们的外籍朋友们会有这样印象，嗯，因为其实我自己准备的，嗯，因为我没有就随便结婚啊，嗯，我多认识他，他也认识我，我们再可以好好的做我们的婚礼。因为有很多的新住民朋友姐妹们啊，他们可能会跟你分享，他结了婚之后必须要跟公婆住，是，那当然也有文化上的差异。就会衍生出一些问题，yeah。 那最常见的问题可能会是什么？最常见就是他的婆婆的想法对小孩还有家人观念不一样，然后菲律宾像菲律宾也不一样啊，所以他们就说在一个家庭不可以有两个 queen 嘛，两个女王，那是真的。我像我跟我老公，我们也要讲好，我们应该是先跟我们公公婆婆一起住，这样你会认识我的家人，然后过了两三年就搬出去，这样就 OK 了，嗯，因为你也必须要跟你的家人这里要有相处啊，这个很好，是你们讲好，嗯哼，要真的要先了解，嗯，那如果你们还没有结婚，然后你们就没有办法合作了，那就一个计划就不要结婚，少了问题，少了离婚，这样要很理性的思考在婚前的时候。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飞越三万英尺的天际，跨越国界与文化的冒险，让我们现在就乘着最正点航空，一起绕着地球遇见你。关系告解释，说出你的心理事。他平常有很多活动要忙，还有社群媒体要经营，不过他还是能把家人照顾得很好，哦，看我和两个宝贝都被他养得白白胖胖的就知道。还有就是我每天早上起床，他都一定会泡好一杯热咖啡，让我在出门以前可以提振一下精神，所以真的很谢谢他。老公的心声，老公常常跟你说感谢吗？ Yeah，他都会说真的他很谢谢我。其实那个咖啡包给他，我真的有好笑的背景，因为我们刚结婚，他真的是从来都不喝热的，一定要喝那个饮料，就是 tea， 我说那个是对身体不好，所以
一开始我泡给他，他最后会喝一下就不要了。可是现在呀，他都会找哎，我的咖啡来了，就是一个大改变，开始会喝热咖啡了， yeah. 热的饮料了。可以说、嗯、好，那来听听看琦妮他最感谢的一件事。我最感谢我的先生，就是他真的很大方，从以前到现在，真的是感觉到他很努力，让我有我需要的，然后他又很大方对我们小孩子们，还有我们的家人，然后最重要，因为我都在做活动，所以他就很愿意让我跟很多一些人啊或者活动有这样的时间分享给他们。Leo 非常尊重琦妮你的现在做的事情，包括你也去帮助很多在台湾的新住民的姐妹，然后你有很多活动会主持，也会主播、其实多才多艺，他都不会限制你。那个也是我可以说，因为我多人的了解，所以这个也是我分享给我们的女生朋友们，就是其实你不需要女人女人的世界，你跟家人也会开心的，如果你真的会让你的先生了解你要做的事情，不是有秘密，因为有秘密的话，你老公他就真的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你们会越来越远。但其实一开始他觉得我这样做很累，像我要包什么很多东西要寄到菲律宾啊，那时候我怀孕也都在包啊，又都是这样做，可是他了解了以后，他就觉得我很喜欢那样。所以我们二月有回到宿务嘛，我们有去一个学校、然后带我们两个宝贝，然后让我们的宝贝们表演给小朋友，还有让他们吃东西，那个英文叫 feeding program， 就让他们有健康食物可以吃。所以就是对于琦妮在做的事情， Leo 他是非常的支持，甚至他自己也会参与的、包括你们去帮助一些比较贫困的地方啦、或者是在疫情间你们也会募资送物资到菲律宾去、他最大帮助就是都是他的钱、这个就是需要最大的后备资源了、好，那你们两个到目前为止觉得、你们两个在、各方面、都非常的契合，但是婚姻十七年总是也是不容易啦、十七年也是会有高潮跟低潮，也是会有吵架的时候、如同刚刚我们听到了最感谢对方的一件事、我们也是在琦妮进录音室之前请他进入了关系告解室来聊聊，那他最不能忍受对方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我最不能接受的，个人觉得真的是都可以，我能了解，可是如果真的要回答的话，第一个就是抽烟，因为我真的不喜欢抽烟，可是他还是在抽烟。不过他有一次有戒烟啦，不过因为我们有旅行，然后回来他又来抽烟，所以希望他要再继续努力戒烟。然后应该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觉得要去教会要认真，可是有时候他会睡觉，所以我希望他不要再睡觉了。好，这个是Jen 对于 Leo 的一些期待了。好，他也知道你对他的这两个期待，他有努力在改变吗？还要再加油，还要再加油，真的。不过在做礼拜，但目前不是每一个礼拜天都在睡觉了。如果他觉得那个牧师讲的很有道理，他真的很有精神，所以因为可能我们在一起很久了，所以我没有要求的很大了、我们已经年纪大了、还要吵什么、我的心里就是这样，就是给他空间慢慢改变。是、好，那来听听看 Leo 对于琦妮最不能忍受的事是什么呢？我比较没有办法忍受 Jen 的地方是，他是一个很容易受到惊吓的人，有时候连一只蚊子飞过去他都会叫一下，在他旁边也常常会被他吓到，现在年纪比较大，心脏比较没力，我也很怕真的被他吓到昏过去。 Leo 很幽默但是琦妮真的很会大惊小怪吗？看不出来，对不对？看不出来，你这么冷静。 看不出来。其实
最认识我的人就是我的先生呢，他就知道真的我一点点的东西都会吓到。那你会被蚊子吓到，还会被什么吓到呢？全部小东西，我最怕 insect 了，有一些小昆虫、小蚊子、蟑螂。更怕可是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因为你在家里你很自然，你在家里你根本都真的是你自己，所以你就知道啊，他真的有时候吓到到，你怎么了，然后没事。就是这样。像在菲律宾也是地震跟那个台风会蛮密集的地方，你会被这个吓到然后尖叫吗？其实我们的家在苏武跟谢主，因为比较不会，因为我们在西部，所以比较不会有、大的台风的印象，或者地震的也没有。可是那时候来这边呢、地震真的，我老公还看到在我们的 CCTV， 我那时候抱着我的儿子，我们都急得出去，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大的地震哦。然后最近那个4月3号的地震，我真的发抖到我们的门没有关，我就急得下去，就是这样子。我很怕，真的怕。哇，所以老公知道说你是一个这个对于昆虫啊，或者是对蟑螂这种非常担忧的，所以他同时被你吓到之外，他会帮你把那些虫子给处理掉吗？没有耶。我们两个真的是很自由，你在怕什么都会说、你在怕什么，那个你要打不是要怕你。所以他也没有挺身而出把昆虫解决掉就对了。你们两个互动很有趣。然后他会有时候会不舒服、因为我害得吓到，那是虫而已，没有什么，这样也不会怎么要保护，没有什么这样的动作。所以你们两个这样看来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争吵、然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婚姻当中要去克服的问题。一般来说啦，一般来说因为你有辅导了蛮多的新住民姐妹们、他们遇到的婚姻问题或是各种各样婆媳问题一定是不少嘛、你有没有听过什么样子的故事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我一直跟姐妹们说，最好你要自己照顾你的小孩，因为比如说菲律宾台湾的第二代，他有两个文化，如果妈妈没有教他，他真的是完全不懂他的第二个文化，然后他会不喜欢他菲律宾的身份，因为他不懂，一定是这样。那我有去过还有碰过很多时候，他们是第二代，可是他们不喜欢承认他们是菲律宾人，因为他们妈妈比如说是帮佣，我们说的玛利亚，他们觉得他们妈妈做那样他们就是很丢脸这样。可是如果他妈妈有好好介绍给他的菲律宾文化，其实他们会到菲律宾的时候，小孩会看见妈妈的很强的地方，他一定会觉得妈妈还是很厉害的。其实他来台湾生活已经够努力了，所以遇到的问题真的是千百种，各种各样不同的问题。就是说夫妻相处本来就是有很多很多这个不同的问题那要去处理。那如果说教养的部分呢，教小孩的部分、你跟 Leo 怎么样去调整你们两个的观念？我们两个很会计划，所以我们还没有小孩我们已经有计划要怎么做、所以我们的计划就是30岁大概那样要有 baby， 然后真的发生的，我30岁就有我们的第一个 baby。 那我们那时候有先讲，就是我的文化跟 Leo 的文化就是要合作，可是最大的教育就是在我这里，妈妈这里，因为我们两个决定真的是我要顾小孩。然后像小孩子的吃的方式啊，还是什么，其实他没有大的意见。如果是我不能表达的时候，我会自己跟他说，我很需要你的帮忙，你要跟他们讲这个，你要跟小朋友了解这个部分，然后他也会这样讲，这样他们不会觉得只有妈妈说，爸爸没有说。然后我应该最大的可以分享给姐妹们，就是我呢，我很会沟通，所以有什么事情在家里，我真的很 honest 会跟他讲，因为我不要压力在我的心里，
我会爆炸，我不喜欢那种、嗯、我真的会表达给他，很真诚的 很开诚布公的跟他说你心里的感受、yeah. 那台湾的男生有时候不太会表达、yes. 他不太会去表达他真正内心的想法、True. 那这部分你怎么引导他把他内心的话讲出来？如果你比较不好表达，我会利用 email 给他，如果很重要我用 email， 如果是自然我们用 chat，所以如果我 email 给他了，他知道那是很重要的事要看这样子、嗯、然后他也利用 email 表达给我、嗯、他可能用语言表达不出来、嗯、可是他可以用 email 跟你表达他内心的想法、yes. 所以夫妻最重要的沟通无碍是最重要的。还有一次这个很好笑、嗯、我需要他真的要同意我的意见，你知道我怎么做吗？我写在 post-it 一个一个贴在我们的 mirror， 因为他每天要看 mirror， 要看镜子，你就一直贴着上面提醒他。我很像是以前我们背单字的时候都是这样贴的。Yeah, 有用吗？有用啊。然后他后来说你拿掉了，我知道了。yeah, 其实 traditional 方式还是有用了。嗯、yeah.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飞越三万英尺的天际，跨越国界与文化的冒险，让我们现在就乘着最正点航空，一起绕着地球遇见你。嗯，我的家乡味。我的家乡味。好，去过菲律宾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说菲律宾人很喜欢吃肉类的食物、哦、他们好像蔬果没有肉那么多耶、欸 yeah.这是你们的饮食习惯吗？啊，真的，一直吃肉，一直吃猪肉就对了。因为你们蔬菜水果大部分都仰赖国外进口啦，嗯、哦 yes. 所以蔬菜水果也比较贵，所以要吃得饱的话，又经济实惠，就是吃肉。yeah. 那你今天要介绍的家乡味是哪一道家乡味呢？我现在要介绍给大家就是印伦乌南，它是含上蒜鱼。你知道吗？我最近在开始学习煮这个东西，然后我的女儿。还有先生真的很喜欢蒜鱼、嗯、那如果在菲律宾的话大家也很喜欢，因为它有酸酸的味道、嗯、菲律宾很喜欢有酸的味道，因为热吧 yes、嗯、然后它很加饭，很下饭 yes yes yes、嗯、然后你吃的时候真的有不一样的味道。那它的做法大概怎么做呢？真的很简单，不然我怎么学习呢？就是很简单，你就把鱼，然后呢最适合就是白色那个鱼的那个肉是白色的、嗯、然后呢你把姜啊 ginger、嗯、garlic onion、嗯、就是蒜头、嗯洋葱啊还有大的辣椒、嗯、放一起、嗯、就是放，然后呢你加那个醋、嗯、然后那个醋刚好可以盖起来那个鱼而已，把鱼盖过去 yeah, 就这样、嗯、然后就这样就好了 yeah, 然后要去蒸吗？ yeah, 用蒸的，或者你用 fire 就是煮大就可以了、嗯嗯、然后你等那个煮困了以后、哦、你就加一点点水、嗯、因为它适合比较少的姜，不要那么多、嗯、困了以后你就加了那个油，然后就煮完了，就煮好了 yes 哦，这很简单的，真的也蛮下饭 的 yes 哦，所以这个是 Jane 的家乡味。那最喜欢台湾什么样的食物跟不喜欢什么食物？最喜欢的、火锅了。火锅、真的很喜欢吃火锅，不知道每天都可以吃火锅。不知道，我自己也学习怎么做火锅啊，因为真的很爱火锅。然后到现在最不喜欢就是可能臭豆腐没有变呢，是七年来还是不喜欢，味道还是没有办法让你征服它呀、不过我有吃过了，我吃过最好吃的臭豆腐就是在饶河，饶河夜市里面，然后我先生有带我去生根嘛、嗯、因为说那边的臭豆腐是最有名最好吃，可是真的太臭了。我真的没有办法。如果你菲律宾朋友来台湾的话，像台北你会介绍他一定要去哪里逛去哪里吃啊？那个很好，因为我的朋友真的一直来一直来台湾，我第一个会介绍给他们就是要吃火锅呀、yeah, 然后我个人很喜欢信义区，所以在那边其实很多火锅的可以吃。然后在信义区为什么我会介绍，因为如果你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台湾哦，三天真的是不够，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坐那个台北双层巴士，
然后你可以旅行，坐那么漂亮的巴士，可以喝下午茶或者晚餐，然后看风景，我觉得是最美的。嗯哼， yeah. 所以台北你就会介绍他们，就是双层巴士就可以到很多的景点去看、去玩、yes. 去吃。Yeah， 嗯。好，今天很开心哦，可以访问到黄琦妮啊，她的台飞之音。台飞之音接下来有什么样子的活动，或是你们今年都有什么样的计划吗？现在飞带都在我的自己的网页，介绍台湾的美丽的地方，还有台湾的美食。然后如果我有回到菲律宾的话，或者别的国家，我也顺便介绍。为什么它变成这个样式呢？因为新冠肺炎的时候，我发现生活最重要，所以我都分享给别人，可以让他们看见世界。这个是飞台之音哦，创办人黄琦妮来到台湾已经十多年的时间了，对台湾是熟门熟路，但他帮助了好多好多刚刚来到台湾或是在台湾生活遇到一些不如意事情、他就可以变成他们的张老师，变成他们的心灵的导师。那他也是、帮助台湾跟菲律宾、交流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资讯平台。好，今天非常谢谢 Jen 黄琦妮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你的生活，也分享你现在所做的事情。谢谢你，谢谢、谢谢大家。